那你说你都是无敌的，那你想不想要隐形，就是你自己去切换这样子。对，那怨灵的获胜条件就是狼人全灭，怨灵你还活着，你就会独赢。嗯，没问题吧？所以要帮好人呢、欸？对，是帮好人，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揍一下，揍一下，好吧？我就觉得全部都死掉。那狼人，我们也再多加一个黑狼王。黑狼王，黑狼王呢？他就是狼人的猎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陪葬猎枪的技能。那你看向他，如果你自己倒了的话，那一个玩家也会跟着倒。嗯，所以是他不能杀人吗？他也可以杀，可是你就是可以比方说我是黑狼王嘛，我在追你，我就可以先用这招看你，那我就去追别人了。反正我只要任何时候死掉，我就会把你带上。好扯哦，好猛哦！看人的意思是什么？拿吊杆对着那个人点一下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的对话框会告诉你说有成功之类的。然后好像尽量瞄头吧，头会尽量瞄头。反正瞄头是不是？反正失败的话，他会写说错误，请瞄准玩家。错误，请瞄准玩家。对，就尽量瞄他的那个。对，我没有目标。他会努力的跟你讲啊。那这样 Bobo 玩黑狼王很强哎、欸。没有，我不强，啊、我瞄不到头，哇，好强哦，妈妈！哇，啊、有吗？有吗？哇！波波会瞄边大师啊！我的伤害都是零哎、欸，你开玩笑、啊？那一定是 bug 没有显示啊！那我们再次显示死因哦，感觉会比较明白。好哇、啊，死的明明白白的好哇、啊。让大家有一点玩味。那接下来是美术馆，耶、yeah, wow, ！换地图，换地图了，换地图了，跑掉，跑掉啊！三二一，跑起来喽，爸爸，米菲，走起！好，快跑，快跑！对，是哪里？我往哪里走？哪里是出口？就往人少的地方。拿书，有人拿书，没有看到人吗？哎、欸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不是鬼，我看到狼吗？狼吗？啊、哦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太黑了？方法是狼，方法是狼，我是预言家，方法是狼。不要啦，我真的不用。听我说，方法是狼，方法是狼哦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好乱，好乱。方法是狼，迪叔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是不是狼？迪叔，我觉得迪叔也很狼哦，方法是狼。什么？超好的啦。现在敌人都超嚣张，哎，你们都直接出去抢狼，超搞笑。团死前拿猎枪击杀繁星。Oh my god！ 猎人根本活不了第二晚。啊！恶灵被毒杀。我看到狼，我直接冲过去。啊！我是女巫，刚恶灵在追米菲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我按到了，怎么办？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就是白天时间减少十秒而已。那你按的就会很可疑。哎呀，不错，你说你是村民，你是村民，预言家可以讲话吗？都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可以讲说谁是狼吗？都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有查到就可以。方法是狼。那也要记得哦，这场有怨灵哦，这场也有怨灵哦。你要去把那个怨灵查出来。宝贝。哦，要查怨灵哦，阿贝，发发 baby， 发发 baby， 发发 baby， 发 baby， 发怎么很安静？你是不是关麦啦？发发 baby， 我还很紧张，我现在是很慌哎，你很慌到，很紧张。你说是不是那个啊？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真村民。真的吗？你拿出你的棒棒给我们看呢？清真村民，你是加几村民？加十。掐死了！哦，好猛哦！那你是两亿分之一。狼人出来啊！为什么这指南针会一直跳啊？这样怎么看呢？有不同的人吧，代表你最近的人啊，对啊。哦，你也可以不要一直依赖指南针。对，你可以就是照以前的。怨灵获胜 ，B O B O B O B O。意思啊，你把狼人都毒光了哦！哦，他毒哦，对他最后又毒了发法，所以现在女巫很强，女巫每晚都有毒药解药可以用。对啊，毒药解药可以，那就是每晚你可以选一个这样子。
对啊。对啊，刚刚是因为那个啊，恶灵第一天就被 Bobo 给毒了，然后猎人又把繁星给枪了，所以 Bobo 还以为还有两个狼，然后就把爸爸给毒了。他已经毒了一个，猎人枪了一个，他还觉得场上还有两狼。他就不行，数学很好，Bobo。我很震惊，你震惊个屁！我的繁星不是被枪了，我怎么还毒了？我大傻眼了！我不是说猎人我枪自杀在外球，我还有提醒哦，这场有怨灵的哦。哎呀，怨灵好强哦！马一轻松获胜啊！哇，一群现行，一群现行的，好好玩，一群现行，一群现行。那我觉得我们限制一下，就是女巫的毒药只能用一次，好，好吧，你就只能毒一个人，但你解药要用几次都可以。好，对，就是毒药整场你只能毒一次，毒一个人这样子，嗯，这样感觉比较正常。毒那么多人，你看，就是抓到了。解药只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的话，那他自己就不能。对啊，可是你可以救人呢，去救人。哦，只能救人，我了解。你是多么不想救人，你就想看到血流成河。我只想保护我自己。哇！你就站高高救人，对。那再来一次喽。好。好的。蓝子狗，快跑快跑！你们现在很猛哎。女巫真的太强了啦，晚上太强了，只要去找狼就跑了。我觉得第一天那个直接会刀到人太可怕。对，你以前的女巫是那个齁，白天才能那个有差。现在就比较还好。哎，后面的后面，再见，再见。哇哦哇哦哇哦！我发现见习预言家是最平民的角色，啥都没有，我好难过。你就要等预言家。平民是我上一场就这样，然后一出来看到狼，我吓死。可不可以把那个预言家给刷了？哎、欸，你很坏、欸，好凶哦！好想预言家哦！我是预言家的，那就代表米菲是预言家，前预言家是。哦，刚刚有按呢、欸，好奇怪哦！行啊，怨灵还没查出来啊！天哪、哦，怨灵啊！那个、欸、有日记耶、欸，我跟你们讲日记，那个他们说迪苏是好人。他们说，恶灵是那个狼啊。小雨是一个灵，小雨是恶灵是狼啊。小雨是怨灵，哎，那个小雨等一下，现在狼还没那个哎，你们先把狼弄出去。没有没有，等下我死掉结束一下。还没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还有三只狼哦。先救小雨啊！真的他，有吗？没有，你骗人！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个恶灵从头到尾就一直砍我，一直砍我，我真的没有在骗你们。他真的很爱砍我，就是砍不死啊，小雨跟灵啊，小雨在哪？小雨 baby， 你在哪？是啊，我等晚上就被处理就好了，我又没差。不是啊，你们那边在平票会随机一人哦。他在那二楼，迪叔。哦，我到底是去三楼了，砍小雨啦，砍小雨啦，不是啦，就是。哦，完了！你们被砍死吧！你们，暴怒怨灵，暴怒怨灵！哎呀，我快笑死了！怨灵生气了，走心怨灵，走了，很走，我们很走心啊！太干惨了！哇，啊，他些团团也是喝狼啊！很难都被刀死了，这死亡笔记本吧？对啊，这么危险呢，太危险了！哇哇哇哇，这秀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？你不是在秀吗？啊！你怎么还在那里？不要啊！妈妈用啊！我是超勇的，超勇的。剩三位，剩三位哦！无敌吗？输了，输了啦！你说是好人吗？我超棒，你是坏人，你超棒，你超棒！剩三人都会发光喽，发光喽！你吗？还是下面？迪叔，你要去砍一个人？迪叔，我刚看到他拿刀，真的吗？你一定要票人的，没有没有，米菲，我们不能说让他们三个人纠结。是迪叔，是迪叔。你看，你看迪叔很凶，你看迪叔很凶。迪叔，哎呦，
201票。快跑快跑！你们不会两个都是狼吧？天哪！迪斯要杀我了。那你票他，你票他。没有没有，我刚看到迪叔拿刀。啊！我没有刀，我是安德勒西。安德勒西。白天剩下十一秒。迪叔很会跑哎、欸。哇！迪叔跟大师兄就不一样哎、欸。跑酷大师兄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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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迪叔离开了，他们你被挑到了，哦，还好还好。哇哇，你穿白鞋，对不起，我想我感觉超棒的。对，我想说狼人最强就是一开始直接狂砍。然后我砍的第一刀，是不是没有，我砍的第一刀是繁星，第二刀是臭怨灵。一定是怨灵在带风向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就跟你们说，就是他就是狼哦。因为只剩下怨二零在场上而已。对，而且迪叔奇，你刚刚可以赢的，你忘了一个东西。你怎么不打蚂蚁？跳过白天。跳过白天。对，快十秒，对，直接可以拉那个时间，结果你在最后一秒，好凶，这都能赢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怨灵的诅咒已经起效果了，谢怨灵，谢谢怨灵，怨灵好生气，可是你们刚刚确实啊，因为如果票走二零就是怨灵获胜了，对啊，就是要这个最坏的状况，好笑的。对，那个狼人真的要穿装要快一点、不然很容易一开始就彼此误杀了、然后好人反而是一开始你可以空手，因为空手的话就是隐形，狼人就不会锁定你、对，你就是先跑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看你的物品、没问题吧、再来咯、走起来，二零也赢太多场了吧。对啊，他旁边现在会显示胜场。对，感觉应该也要有可以关的会比较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？哎呦，女巫用了毒药喽，不能再用喽。不能再用喽。哎呦，啊，这个一定是想说我要看看，然后结果就把人弄了。怎么狼人不见了？哎呦，跟你们讲，巧克力是好人。那还用说？不要进来。这个金水我先喝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跟繁星放个闪光弹，还有闪闪的，亮晶晶的，啊，好闪哦！哎、欸，你打我，你也会死哦，你冷静哦。威胁人家，炸爆！我可是猎人哦，我已经指刀了。那等一下，我去票你。哇！繁星活下来了。把巧克力票掉会带走狼人吗？对啊，会吗？会是会，但我可以持续活着帮你们票人呢、啊。团团现在有一票，团团跟团团是狼，团团是狼，团团在那个三楼，三楼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三楼，三楼，小雨也是狼，小雨也是狼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在帮忙追团团哎。你追个屁啊，根本没看到人。哎呦呦呦呦！我票他了呢。啊，假动作，你是不是假动作？我没有收回，他现在四票，我收了一票票了。繁星女是什么职业？我女巫啊，刚米菲就是我毒掉的啊，是呀、啊，毒我才刚玩，你就傻傻的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就傻傻在大厅，我就哎、欸、有不动的了，我来去了，不动就要毒了啊，团团出局，你是不是想打无线电啊，米菲？没有，没有无线电，我超勇的。抓到人，超勇的！你怎么又抓到人？阿迪是什么？为什么你也是？阿迪是怎样？对，还有怨灵、繁星，你要不是发发，你要那个、小雨或迪小雨吧？迪叔，迪叔，小雨是坏人，那迪叔就是怨灵啊！怨灵啊！我不是，我在这，真的，你无敌啊！你可以无敌啊！爸爸，爸爸，下一天查一下那个迪叔。没有问题，爸爸，你快去死了！哇哇！有我，爸爸，你快去死了！啊，现在会被打到死吗？迪叔，你看一下血。
不会啊，我怨灵哎。哦，对哈。是吗？他跳上去了，感觉脚步声。没有没有没有声没有声。迪叔也在怨气，他感觉掉下去了。没看到？他直接高歌离席。飘飘哎！天哪，好扯哦，迪叔。你根本在追我。没事啊，反正二楼要往三楼跑，反正放活下去，你活下去，我们这个等一下就可以去。欸、我看到他在三楼，三楼，三楼，星巴克。三楼，他三楼，快过去！对他往下，他往下走了。快过去，快去！他往楼下跑了，他快到二楼了，二楼，二楼，要往一楼跑，一楼跑。小雨，你怎么都知道？一楼有我，一楼有我。啊！多打几下，多打几下。